提摩太后书第四章一节，我伫神的面前，甲伫将来审判活人死人，以基督耶稣的面前，对着伊的显现，甲伊的国度欢呼你，得传道你，无论得时无得时，总得专心，搁用百般的忍耐。各项的驾驶责备人警戒人宽免人三十因为时候未到人要厌烦顺者的道理现康要上就照家己的情欲加添姐姐告诉搁不现康不听真道去不无影的话五十你却得凡事谨慎忍受艰苦做传道理的工来尽你的这份我现在受关电，我离世的时候到了。七站，那个美好的前进，我已经前进；长跑的路，我已经跑尽；所信的道，我已经修掉。对单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尊老，就是照公义审判的主，到那日要赐予我的，不但赐予我。也要赐予囡仔爱慕伊显现的人。九站，你得赶紧到我家来，因为猪妈含爱现今的世界就离开我，去帖撒罗尼迦，吉列斯去加勒太，提多去塔马太。只有罗家到我伫咧，你来的时得将马克三个带来，因为伊伫团队的时间对我有利益。十二站，我已经找崔吉古去医护所。我伫迪罗阿，留伫加布因兜迄领外衫。你来的时，就煞带来，遐个册也着带来。佮较要紧的是遐洋花馆的册。十四站，帕东师傅阿力三代姐姐陷害我，只为照伊所行报应伊，你也着封闭伊。因为伊极力抵挡阮的话，十六站，我头一摆申诉，无人我来帮助，众人拢离开我，但愿这个罪无归伫因，独独主徛伫我的身边，敢乎我的气力，乎福音对我来一直拢传扬，搁乎我帮人拢听起，我也对西的嘴受救出来，十八站。主要救我脱离隆重的歹代，也要救我入伫伊的天国，愿荣耀归伫伊，直到永永远远。阿门。十九站，请按别吉拉、阿古拉、甲厄尼舍夫一家的人，伊拉都踮伫格林多，得了灰毛化病，我就留伊伫米利多。二站，你得赶紧伫冬天以前来我家。有幽波罗、波殿、利诺、吉罗迪亚，甲众兄弟拢请安利，愿主甲你的灵伫地，愿恩惠常常甲恁伫地。